的 n 次，什么时候会小于2000分之1？这个 n 哦，要比它要比它小，然后取这个 n， 没错。好，你这里有两个方法，你当然可以用以前什么取 log 降次，取 log 降次 log 应该还记得吧？就是 log， 好写下，这是 n 倍 log。然后呢，三分之一是不是可以写作 log 的一减掉 log 的三，对吧？相除可以把它拆成相减，好不好？然后自己算，这个是零，但是多少？这个是0.4771，可以吗？自己去算，好不好？这是一个方法，是一个方法。当然，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，为什么？因为2000其实是一个很小的数字。如果是200万，那我可能会考虑用 log； 如果是2000哦，我们直接乘就有了吧。直接乘就有了呗，来，谁知道？33得9，27，再3，81，不对，81乘以3，多少？243嘛，再乘以三，多少？就729，729再乘以三，700多乘以3，这是爆，就是已经超过了，可以吗？所以基本上我们 n 就是怎样取第七次的时候。把它取齐，好不好？就这么简单啊！我们今天课就上到这边，好，谢谢大家。等一下我会把影片稍后上传哈。那如果下一次，下一次，因为我们已经把断考、断收已经全部上过很多了。下一次我们尽量会找一些讲义上可能没有题目，像是考卷啊，我们帮各位补充。还有就是什么嘞？我想看哦，题目要多做啊，不是废话。已经有人放了2个礼拜的假，哦，是不是？哦，记得，哎，对，记得要缴学费，好不好？我们老师快穷死了。上次我在街上要饭，才遇到田中老师，哦，我们两个快穷死了，记得要缴学费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课就到这边。那如果我只考到24，我想基本上范例上网应该是蛮够用的。有些人可能会再往下考，哦，有些人可能再往下考，然后断考范围确定好，如果还有问题，再 call 我，好不好？就这样。太不容易了。